小文，走路去不累吗？快上车吧。你能不能别老跟着我了？是表姨让我照顾你。小文，其实我们可以去书店把你想要的书都买回来。图书馆的书多不卫生啊，而且有怪味儿。哎，小文，小文。我听见风了啊，说是要把你派到华中地区搞接收。晋冀鲁豫一带都是共党的地盘，说是接收，分明是派我去打解放区啊。嗨，军人嘛，对外说派兵，实搞受降和恢复交通，背地里呢却大派这个剿匪守本，准备内战。你去问问那些士兵和军官，哪个打了八年的还想继续打仗的啊？我就不明白了，和平建国就这么难？景祥，这政治永远啊比战场上还要残酷。咱们在战场上打仗，那还有打平手谈判的时候，政治上哪有啊？啊，上下五千年了，历朝历代，听说过有两朝当政心甘情愿和平共事的，不都打个你死我活的吗？哎呀，我说啊，委员长他叫你打哪儿你就打哪儿，你就别问打谁了，啊？打鬼子，那我万死不辞，是吧？中国人打中国人，我不干，坚决不干。小文，这么多书你能看得过来吗？看不过来回家接着看呗。嗯，怎么啦？抱不动了？没有，就问问。嗯，表哥，我想要上面那本书，你能帮我拿下来吗？嗯，没问题。等着我。表哥，你力气大吗？啊，大呀！你看我刚才，拿那么多书，不是也没事吗？怎么了？嗯，没什么，这我就放心了。表哥，你扶住了啊！哎，小文，小文你干什么？小文你别这样，这样我会掉下去的。小文。把梯子给我拿回来，小文！小文，快把梯子给我拿回来！小文，我会摔下去的！小文，小文！
地址啊，就在前面的弄堂里，弄堂太小，咱们车进不去，麻烦您走两步。好。哎，好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哎，啊，嗯，什么事儿啊？你稍等我一会儿，我一会儿就出来。哎呀，这……嗯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嘿。 请问您找谁？是你？请问海英先生在吗？我就是海英。你就是？嗯，没错，就是这个。谢谢。 听你的名字，一直以为你是位先生的。海英是我的笔名，我的真名叫做何英。是我该谢谢你才对。今天要不是你帮忙，那些材料肯定都被抢走了。我当时急着回报社，你没觉得我太失礼就好。其实后来我想起来了，我见过你。你见过我？
就当作是小礼物，请您务必收下。小姐，这个时候可不早了。要是那位先生回来的话，我怕不好交代，你得赶紧的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小文，你晚上也到哪儿去了？瞧瞧你做了什么好事，那么高的书架，你想杀人还是想干嘛呀？你看你把你表哥弄成这个样子。表姨，你错怪小文了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与他无关。我只是担心他一个人在外面会不会出什么危险。现在好了，平安回来了就没事了。小温，你没事就好。你还不道歉？对不起。不用。夫人，传令兵说你找我。海明啊，我想问你，今天晚上小温是不是和你在一起？对的，他来找我，我们一起去报社取的底片。那妈，我没骗你吧？我确实跟汉明哥在一块儿呢。哦，我都还没有教训你，你就装困。哎呀妈，你干嘛呀？我错也认了，歉也道了，那我就不能困了，我还不能睡觉了。你这小夜猫子，罚你不睡觉不是便宜了你吗？罚你用小楷抄五遍《玉安机事文集》，记着，夜里抄不完明天抄，抄完之前哪儿都不准去。哎呀，妈！夫人，您这样，小文要多少天不能出门啊？您这惩罚未免太重了吧？是啊。张副官，你分内的事是协助师长处理军务，蒋家的事似乎还不劳你插手。对不起。记着，抄不完哪儿都不许去。我去和表姨说说。放这儿。哇，天哪，不愧是海明哥，自己跟我一模一样啊。都抄了十几年了，再不像我不成傻子了。
都怪我妈。要我说啊，她上辈子一定是个四书先生，要不然怎么会从小到大一犯错误的时候，她就让我抄书呢？今天见到苏医生了吗？秘密。哎，对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呢，就跟小说里的那个侦探家似的，像剥洋葱似的，一层一层的剥掉表象。反正这几天我肯定是有的忙了，到时候你得好好的掩护我啊！来，先喝汤，先喝汤。先不喝了，明天我要回到军队里处理军务，今天晚上能帮你多抄点就多抄点。嗯。对了，你以后到外面不要乱跑，现在外面……哎呀，好好好，知道了。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我妈了，你还是那个曾经总是带着我掏鸟窝的汉民哥吗？看什么看？快点喝汤，快点快点快点！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好吧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。其实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才对，我妈真不应该那么跟你说话。也不知道她是怎么了，这几个月跟吃了枪药似的。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。怎么会？我这条命都是师佐给的，他跟夫人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都报答不了。现在是你和我，我可不想总听你讲什么忠孝节义的事情。我知道这些都是老生常谈，可我心里真的是这样想的。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你这样。我爸只不过救了你一次命而已，你至于把你的人生都还给我爸吗？你应该去追求自己的人生。自己的人生？嗯。你呀，说得倒轻巧，我现在哪知道什么是我自己真正要追求的？你真的不知道啊？赶快照吧。お父さん、お父さんも。お父さんも。お父様のご友人の伊藤さん。8月25日、大東市直線14名が両翼ゲレンデ上で自ら命の絶ち。彼もその中に。お父様。ユキカ、そのこと心配するな。しかし、お父さん。ユキカはここにいようがいまいか、何も変わることはない。今は自分のすべきことはやりなさい。
哎，你游那么久，都不累啊？我怎么可能会累？哎，这都要感谢你老爸。你一进基隆中学，他就捐钱给学校建游泳池。然后呢，日本老师啦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接把台湾同学一个一个推到水里面。哎，你还记得苏志成吗？他差点淹死。对啊，那个时候你看不过去，还跟老师吵起来。后来啊，事情还闹到我家里面，我大哥二哥怕我毕不了业，两个人一起在这边教我游泳。你拿了那么多次长泳金牌，我还以为你从小就会嘞。高一那一整年，我整天都拼命练习。我答应过我爸爸，不管赢日本人有多难，我都要赢过他们，拿第一。那些瓶子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出航？哦，等学子来啊，应该快到了吧。哎，我在想，他一定写了很多信。哎，阿亮，你看，学子写的字好漂亮哦。真的哎。学子啊，你怎么了？没有了。这样，台昌哥跟台英，他们收得到吗？哎，一定会的啦。欧洲人他们拿瓶子寄信已经好几千年了，如果没有人收到过，不可能流传这么久的。阿亮，瓶子拿给我。都没了啦。不然，这些先拿着，瓶子给我。另外的我再想办法。阿亮，走，快去。哦。大哥，收信。过来还书。哦，我借本书。那好，再见。
再见。主任，这是我们监控的沪江日报的记者何英的记录，请您过目。他是个地下党。这条小鱼等到无鱼可捕的时候再说吧，先放在这儿。年轻人，这是条大鱼，当务之急是如何处理这位抗日英雄。江景兴师长。主任，我们查了很久，没有发现什么把柄。上边为什么偏要对付这么个模范军人呢？这是甄别小组马长官的意思。至于为什么，你去问他吧。依我看，单凭他同情共产党这一点就足够了。要记住，党国真正的敌人不是土匪、军阀，甚至不是日本人，而是共匪。现在军队整顿，要裁掉150万军人，除了开源节流，也为了净化部队，我们不能容忍在革命大家庭中有同情共产党的人存在，懂吗？可是这个人战功彪炳，动了他恐犯众怒啊。我只对马长官负责，至于其他人怒不怒，那关我屁事。抓紧工作，不要等马长官来了还搞不定姓蒋的，到时候连我也吃不了兜着走，明白吗？明白。明白了还站在这儿干什么？还不快去。哎，不能是我，这是吴妈炖了整整一晚上的排骨汤呢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？干嘛？你在这还不能跟别人说了？是不是张副官跟你说我住这？你怎么会有钥匙？你不会是跟房东拿的吧？好心好意的送东西给你吃，你就这么审问我啊？真是狗咬吕洞宾。什么狗咬吕洞宾？你别在这装傻了，吕洞宾就是我。你不是姓蒋吗？你能不能别在这装蒜了？我太知道了，每次我妈跟我爸说话的时候，只要我爸不想听，他就跟你现在状态一样，就装作什么都听不懂。我跟你，你怎么拿你爸跟你妈，这怎么比啊？你不是什么都不知道，什么都不懂吗？
贫嘴倒是一套套的。好好的一锅汤就这样被你给毁了，你得赔我。我说你啊，你真的很凶啊。如果在我们家乡这样的话，女孩子不像女孩子，这样不行哦。反正这也不是你的家乡，你欠我的你就得赔我。我欠你什么？本来我打算今天晚上跟你一起吃饭的，现在我饿了，怎么办？卤肉饭是我妈教我的，以前她常跟我爸出去看诊，就教我做饭给弟弟吃。你还有个弟弟呢？大三了，他很优秀，全家就说汉文说的最好，他最想汉文小说。是吗？你看你一提起你弟弟的时候，脸上都是得意的表情。这是地道的台湾味。对了，这是哪儿？基隆，我的故乡。基隆是一个港口，我家就住在山坡上，所以天气好的时候，船只的进出我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。唉，有时候还挺羡慕你的，起码还有个家可以回。你有一个固定的地方，生在那里，长在那里，所以即使你走到哪里，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，你都会有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。但是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爸爸是军人，所以爸爸每次到了哪里，我们的家就会跟他飘到哪里。所以有的时候有人问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回去的地方，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家其实指的不是一个地方或是一间房子，家里最重要的是家人，所以家人在哪里，哪里就是家。你什么时候回去啊？快了，我今天又去看了一下码头，快要通航了。哦，妈，你真的一点都不留给我？哎呀，你这个孩子，整天光顾着吃。这是要给学子他爸爸的。学子啊，你是怎么了？怎么一进门就眼眶红红的？是台姐又欺负你了？不是我啦。不是啦，跟阿杰没关系。是我耳朵长大，已经很多天不吃不喝。我是怕他会。雪子啊，能不能找你爸爸的朋友去劝劝他？怎么劝呢？全部都是战败国的人，要是聚在一起，那个气氛一定会让人更想要去死。台杰，不准你乱说。我走了，叫小姐。叫我小文就好了。要不进去坐坐？不必了。替我跟蒋师长问声好。喂，你不是跟我说过你弟弟特别喜欢看汉文小说吗？我可以借几本给你。
谢谢。苏太英。啊？我们是朋友吧？是朋友的话，你就要告诉我，为什么你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？会吗？嗯，你可以不用着急回答我。如果你要是想见我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，到时候你再告诉我。阿巴桑，阿杰说的并没有错。我受伤吗？お父様、おやすみなさい。雪子啊，我想晚上趁他睡觉的时候，把所有的刀啊剑来收起来，拿到我这儿。你不能控制不让他想，但可以预防万一。我听说我们的船要通了，如果通了，谭英应该很快就会回来。只要他在，什么事情都好解决。妈的面前不要太明显。你是我大嫂，大嫂老在说二哥怎样怎样，这怎么行？台杰，哼，虽然说你和台英从小一起长大，但是台昌才是你一辈子的依靠。不论哪一个男人，都希望自己是女人的天。Thank you.
断肠人月下独。